酸新闻台，你好，我是主播李佩轩，为您搜罗最酸的大小事。上周出现了连日高温，多地甚至飙破35度。高雄寿山动物园暖上加暖，园区当中的红毛猩猩拿起浸在冰水当中的绿色毛巾，就是一阵狂擦，现场演绎新冰乐。随后再把毛巾盖头，这个动作太熟悉，被网友识破，里面的已经不是工读生，一定是你各位的阿嬷。而另外在屏东的铁道园区饲养的迷你马，则是把展览馆当作寒碧楼，处在门边，就为了等待开开关关外泄的一丝凉意。这马儿真有涵养。那个走毛巾就过来，那个走毛巾，哎呀，牛鼠，还有你毛巾，好聪明啊！你看它差点点，哇，好舒服啊！会拧的，你看好舒服。哇塞！那你回去要不要好好练习一下？冷气很聪明，就自己就跑来了。啊，民众就会说：“这个马怎么都会在门口啊？”我们正在看，原来是他是要来吹冷气。哦，很多人打开门都吓一跳，你看他们完全都不动。在这边也要欢迎我们的唱跳主播简小豪，大家好。来，马儿都要吹冷气了，菜当然空调给它吹落去。当人民在716上凯道游行，总统蔡英文身穿棒球外套出席民进党全代会，还不忘了飘出一句“冷气还不错”，嘲讽点满。菜门冷气墙，路有热死骨，台版《冰与火之歌》，凯道给你们去乱，我大民进党哪里凉快哪里去。赖清德致辞的时候特别强调，人民有权利上凯道表达诉求，可是清德，我们有权利，你们有冷气啊？冷的冷，在天下掉一根小酸，一根小酸。穿的是外套吗？不，穿的是台湾价值啊。One boy棒球衣穿比不穿还凉，这公关处理真的错了。民进党酷寒战士们上场喽！其实是针对外套，因为外套穿起来其实是稍微有一点厚，那所以说在里头有人问他说，那外套穿起来感觉怎样，他说冷气还不错，是这样的回答方式。那街头运动免不了会有日晒、风吹、雨淋，而在台北的室内会吹冷气，两个都是属于正常的。不要说太不满了哈。有一些特定的媒体会特别提到说，哦，你们都在那边吹冷气，然后上凯道的人都热，就是汗水淋漓，非常的热。那这一点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遗憾啊。饭店里面开会，一定会有冷气哦。在凯道上面呢，当然就没有冷气啦，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人间疾苦政府看不到，但也有人虽然没在看，但好歹愿意假装一下。大陆上海这名女员工把摸鱼玩出了新高度，在眼皮上面又描绘出了精致的一双漫画人物眼睛，2D、3D 如滑盖手机转换自如。在一片赞叹偷睡装鬼斧神工之际，突然人间清醒，与其花一小时打造出炯炯有神，怎么不拿这一个小时多睡一点？正所谓装睡的人叫不醒，在民进党宇宙里提早醒了也要记得继续装睡。而行政院长陈建仁在立法院被问到有60%民众希望政党轮替，他是否也赞成，陈建仁秒回一句，当然啊，哪一个国家不是。这一口一个公正包子做诚实豆沙包，回答太正确了，唯独政治不正确，惹得政院心慌慌，赶紧发新闻稿澄清。事隔一天，陈建仁再受访强调，我谈的是民主政治下的状况，并没有说现在台湾需要政党轮替啊。好的，民主自助餐，你的轮替不是你的轮替，原来我们现在也不是一般民主政治，危险发言啊，小心变成中共同路人。多份的民调认为明年的1月13号超过60%不希望民进党继续执政，因为评论你要不负责政党轮替哈，一向是很多人有的这个想法，所以你赞成政党轮替哦？民调当然了，当然了，
各位媒体室先生，大家早安。昨天我接受委员的质询哈，谈到的是在一般的民主自治下的状况哈，并没有说明说现在是要台湾是需要政党轮替哈。我想我的发言的脉络呢就相当的清晰哈，实在不必要大家多做这一个扭曲的解释。话可以硬凹，但动作可是骗不了人的。高雄市府举办记者会，由市长陈其迈操刀烹煮毛小孩大餐，上菜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拿来喂一旁的台湾激进党市议员张伯洋民主狗粮。一脉相传，张伯洋零秒张口获得了陈其迈的嘉许，乖乖完成全套训练。这一来一往，动作之熟练 ，Good boy， 看好了台湾国军吃营养口粮，他党议员吃绿营养狗粮。市长要试吃了，市长也要来试吃一下，这是我们人家常用都可以食用的，因为在历史上是司机小朋友分享到，我们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不过接下来的这个真的不是动物奇观，大陆有亲子到海边踏浪，飘来了半透明 QQ 状的生物，引来了孩子好奇询问这是哪种水母啊。爸爸用铲子小心拿起之后，没有水母，倒是有水饺，恭喜你捕获水中蛟龙。阳光、沙滩、海浪、 New Bra， 还有一位老司机。小朋友，下次看到请千万小心，因为这种野生水母太凶了。水母，我看，把铲子拿过来，这东西有毒啊！这什么？这不是水母吧？看完了今天节目内容，身为台长，为了避免让大家受惊了，特别安排接下来这段洗涤心灵。在庙里面听过收惊的传统念谣，想不到台大合唱团将其改编为收惊歌，在国家音乐厅来演唱，既庄严又震撼，把传统的收惊习俗带上大舞台。网友大赞是台版弥撒，希望大家听完都能够感到法喜充满。天水水，人水水，金童玉女当归，本岁来收惊，本岁来收惊，不收别人魂，不收别人魂，收你地主魂魄回，三魂归祖一路登，七魂归祖一路回啊。感谢本周的下映资料提供者，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影片的下方可以点题您下周想看到我们来酸的议题，我们将会来选播。高级酸新闻台每周一下午5点上片，欢迎大家爱用订阅键，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上片的时间咯。也鼓励大家多多回看分享，感谢您收看高级酸新闻台，我们再会咯。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